入给你2000亿，但是会有一些副作用，你会怎么选呢，臭亮哥？还假如给我2000亿有副作用，那你就是给我100块有副作用，我也参加这个游戏。哇，先别说的太早，你先看副作用是，吃会颜值减少80%。啊，对对对，好，不用多说啊，犹豫3秒都是我的问题，我直接选择左边的。我的个乖乖啊，兄弟们，浪哥居然为了颜值敢吃，可不敢胡说啊！切，你懂什么？颜值可是一辈子的事，而左边这玩意儿，也就是吃一次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好有勇气啊！既然你想获得2000亿，可不止一个副作用哦。嗯，咱们再看下一个副作用。2000亿送给对象？哟，这个我肯定会选择。浪哥，浪哥，单身狗。注定没有女朋友，你肯定会继续选择颜值。阿婷，这什么话？谁说我没有对象的？嘿嘿，我肯定是选择送给对象啦。好，咱们再来看这次的副作用，不能玩游戏。我的，这，浪哥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秀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2000亿送给对象。哎，让我不干啥都行，不让我玩游戏那是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浪哥，你，哼，活该你单身，你就单身一辈子去吧。兄弟们，全体都有，给我摇一波这个臭直男。别别别，都摇完了吧？你们都别得意，来，兄弟们。评论区输入括号单身狗，来和浪哥一起当单身狗吧。咱们继续啊，这次是变秃子。哎，不用多说，还是玩游戏重要。40年不上网，游戏重要，游戏重要。我来，不能玩电脑，不玩就不玩。那咱还有手机。单身60年，恐怖吧，宝贝。切，我现在就是单身狗，还在乎你那60年？游戏重要，游戏重要。牛逼啊，这个人。只能看不能花，一边去一边去，游戏重要。把你最好的朋友识下。哦，呀哈，这我肯定会选择留下这个呀。来来，有请我的好兄弟飞哥过来轻轻挨几下。喂，我说浪哥，你这，哎呦我的妈！这次新副作用是，这都是0分。哎，0分就0分，肯定没有打我的好朋友辉哥过瘾啊！呵呵，浪哥，咱俩可真是好兄弟呀！必须的啦！好的，最后总结一下，虽然我最后获得了2000亿，但是呢，会单身一辈子，天天玩游戏，没有出息，没有了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所以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游戏告诉咱们，获得的越多，失去的越多，你们可千万别学哦，还是好好学习，考个好成绩吧。